湖南经典名菜辣椒炒肉，想吃的跟着做起来吧！一块梅花肉切成薄片，大蒜、拍碎，青红辣椒切丝备用。锅内热油，下蒜末姜丝爆香，放切好的肉片迅速划散，炒至断生，放盐、糖，少许老抽和湖南人喜欢的豆豉，翻炒均匀，爆香上色，再盛出备用。 不用洗锅，放青红椒丝，炒至断生，下炒好的肉片，少许蚝油，再翻炒翻炒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豉香浓郁，就是太费米饭了。